来自扬声大师萨南达信息。关于部分披露不会被允许。翻译：黎飞翔。亲爱的地球儿女们，我是萨南达。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，我来到了你们身边。这是萨南达，再次与你们以这种美好的方式在一起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在哪里听这个呼唤，在我们船上的许多人也在听我们呼唤。我们都在接近一个令人惊奇的时刻。正如你所知道的，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些时刻来临。我们要求杰姆斯和苏珊，通灵的传导者，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但我们发送给他们讯息，以增加这里的呼唤数量。因为这些信息是重要的，这些信息会延伸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事情。这么多的事情即将发生，这个信息你们需要尽可能更多的获取。而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。有来自不同来源的消息。是的，有一些是你已经习惯的。还有其他的来源，他们也将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来到。因此，对你们来说，这是一个更多的讯息的开始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你听到的还有你认为的，它真的会发生吗？我萨南达可以向你保证，它不是即将要发生，它已经发生了。它已经在运行中，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它。你已经听说了部分披露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部分披露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，这是不允许的。虽然，现在有部分披露正在进行，但将有个全面披露。那些黑暗势力仍然坚信自己的力量，他们正试图获得信息。因为这个力量是不被允许的。这不是你已经习惯的三次元模式的力量。他不再可能以这种方式。一切都要平衡。平衡是新的方式。平衡将带你们进入你们的新时代。请知道，所有这些将要来快而令人愤怒的变化。所有这些你们所谈论的事情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。所有这些将会像骨牌一样，一一倒下。你需要有更长一点的耐心。现在有许多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，无论是通灵来源和各种类型。我们知道有信息和假信息的存在，但这些是要你去准备学习使用你的识别能力。这对你的帮助与你的扬升过程是非常重要的。成为你自己，帮助自己认识你是谁。所有这一切都是被提到的过程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我们恳求你继续耐心等待。在你之内继续保持光，它是如此的重要。无论如何，分享爱，分享光。这是未来的方式，这是现在的方式。当你在你的道路上分享这些，你将帮助更多的人觉醒。因为有这些呼唤，更多的人们将会觉醒。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将会有更多的发展。更多的人要被唤醒，因为频率正在增加中。没有什么能封锁这一切。这已经被预言了亿万年的时间。它在工作中。飞船在大气层外等候。有一些下来的隐身在夜晚。你们有许多人都要去看一下，看看你所认为的星星，然后你会意识到它不是。那是一艘船，而你会看到这样的船越来越多。让我们说，在白天也不全然没有，
只是这个频率已经达到极限。现在，我与你通讯的时间结束。圣哲曼也希望分享一些短讯，献上我所有的爱与和平。圣哲曼，是的。晚安，我是圣哲曼。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刻是美好的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一天都在变化着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你已经听说或阅读了关于金融将带来的所有变化。这些金融变化已经在这里了。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我们要继续说。它已经发生在更高的层面上。请理解，即使你尚未看到这一切，它在那儿了。对于那些有眼睛看，用耳朵听的人，这甚至能以你的三维理解。你会开始看到这些。但我告诉你，随着频率上升，它将变得不重要，你可以用你的物质眼睛看到它。你会知道它的发生。你会在你的内心深处感受到它。你将会知道每件事都开始改变。一旦开始发生变化，你会看到 Nesra， 你会看到并听到 Nesra 的公告，这个公告将会倾向于 Gesra。 全球货币设定与重估即将发生，所有这些事情，债务免除，大赦年，你之前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的。所有这些事情和你们的新共和国 Republic。 我说新共和国始终是一个共和国，它在那里为那些需要和扭曲它的方式，但它也不会继续了。所有这些事情都在改变。我们的金融系统即将结束，一旦它开始，你所读到的都是祝福你们的。光之工作者 Light Workers， 光之使者 Light Bearers， 光分享者Light Sharers， 所有这些人，你们都会被带到一个平衡的位置，在这星球上的一切将会是平等的。你能想象这样的世界吗？所有都是平等的吗？有人说，在神的眼中一切都是平等的，现在，在你之下一切都是平等的，你就是上帝。你是你内在的神圣源头。萨南达说，继续保持你的耐心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，因为它们需要发生。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应该要发生。我爱你们所有人。我是圣哲曼。一切都很好。我爱你们。直到我们再次见面。来自扬声大师萨南达，圣哲曼的祝福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